用笔当如印印泥，这是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术语，但是它是什么意思？在书写中如何解决这一笔法？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书法档案之褚遂良的神用笔》。学过书法的人都知道，书法学习有很多专门的术语，比如如锥画砂、如屋漏痕、如印印泥等等，这些专业术语是什么意思呢？今天的书法老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释。其实翻开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如印印泥这个术语最早出自褚遂良之口，就是这个笔法被誉为神用笔，并且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那么神用笔到底是什么笔法？怎样才能把它落实到具体的书写之中呢？浙江大学余中华博士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书法档案之褚遂良的神用笔》。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褚遂良的神用笔。听到神用笔啊，估计了大家觉得有点一愣，说用笔不就用笔呢，还来什么神用笔？大家别急，我来慢慢讲。其实这个题目啊，你一听你会发现就两个内容，一个是褚遂良，一个是神用笔。褚遂良呢，估计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我们前面几集讲过皇帝书法班，就李世民办的那个班，褚遂良是那个班一开始的是班主任，后来等到虞世南和欧阳询他们两位去世过以后，褚遂良晋级就做了那个班的教头，是初唐四大家之一，而且是初唐三大家里边也有他，就是虞世南、欧阳询加上褚遂良这三位啊，在中国书法史上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不管你影响再大，你说和这个神用笔有什么关系呢？你要说和神有什么关系啊，褚遂良肯定不是神。如果说硬要找一点关系的话，还真有。清朝有一位文学家叫蒲松龄啊，一说蒲松龄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他的聊斋志异。聊斋志异里边大概是第十二篇，你会发现这一篇的题目就叫做褚遂良。它里边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姓赵的山东人士，穷困潦倒，连自己的房子屋舍都没有，于是呢就租了一个大户人家的房子来借以寄身。结果呢住在这里不知不觉的人又生病了，看着就要奄奄一息了。结果这一天老赵迷迷糊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正睡着呢，突然间被人给拍了一下肩膀，一下子醒过来了。结果眼前站了一位美女，大美女，他还以为是做梦的，他说你是谁呀？你怎么跑到我这边来了？你猜这个女的跟他说什么？他说我啊是来跟你做妻子的。这老赵一听，这不是大白天做梦吗？掐了一下自己，发现的确不是做梦。他说我这么穷困潦倒，你不要过来拿我开心了，穷开心这是。那个女的说我确实是过来给你做妻子的。他说就是你不嫌我贫困，但我现在我重病在身啊，这玩意儿可能是朝不保夕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走啊，跟我个妻子也没什么用啊。女的说没关系，我可以帮你治病。这个女的就把她这个手伸出来，就放到这个老赵的这个肚子上面。一会儿老赵就感觉到这个肚子里边开始隐隐约约的发热，越来越热，滚烫，然后整个全身像一股热流一样的不断的在里面旋转，就这样转了三四圈，老赵受不了了，直奔茅厕而去。然后呢是大泄了一通，出来过以后
病没了，全身非常的舒爽。哎呀，感激的不得了，他说你真是活菩萨呀，你看看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哪里人士，叫什么叫姓甚名谁。他说我本是千年的狐狸成仙，那我为什么要来跟你做妻子呢？我是为了报恩来的。想当年在唐朝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受难，你呢，你的前世啊是大唐钱塘人士，当时的褚遂良，就是咱们讲的那个书法家褚遂良，就是你。哎，结果呢你救了我一命，所以我一直以来寻思着如何能够报恩于你啊，这不吗？哎，正好找，我找了很长时间，总算找到你了。于是两个人就开始这样过日子了，像夫妻一样的。结果到了中秋的一天，突然间有一只白色的兔子跳下来，跳到了他的桌子上。这个女的一看，就给老赵说：“啊，相公啊，捣药军过来招我们去了。”于是随手哗拿了一个梯子，这个梯子就这样往那一放，唰一拉，直通云霄。说这个恩人啊，相公，你跟我一块上梯子。于是这个女的就带着褚遂良慢慢的爬上去了。大家可能会觉得，你看褚遂良，从这个里边能不能看出来，就是褚遂良竟然是升仙了。在中国这肯定是传说故事，在我们现在看更是神话。但这里呢，我想说明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讲中国的书法，它和讲其他的艺术有点区别。一方面就是中国的书法，它和西方的哲学有点像，哲学呢在西方有很高的地位，崇高的地位，可以说所有的学科你要研究到一定的程度，上升到一定的层面，你的最终的那个归宿是哲学。而中国古代的书法家基本上都是各行各业顶尖的人物，比如皇帝李世民啊，文采风流倜傥的李白、苏东坡、王羲之等等这样的人。你说各方面的修养很差的，你想做书法家，你的技术再高门都没有，就别想这茬。这是第一个，就是书法和其他不一样的。书法和其他的艺术门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对书法家有一个道德的要求，就你的道德品质一定要高。褚遂良，我不知道大家有对他有没有印象，除了我们讲的书法的以外，在唐朝的时候，他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临终之前托孤的两位大臣，一个是那个小皇帝叫什么，叫李治，一个是李治的亲舅舅长孙无忌，一个就是褚遂良。后来李治要封册封啊武则天要做皇后，不是皇太后啊，要做皇后，褚遂良不愿意，把官帽拿掉去撞墙的就是这位，撞得头破血流。你想一想，非常骨梗的一个人，正直，所以道德品质很高。于是他在老百姓心目中的那个地位啊，他是不一样的。老百姓不忍心让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正人君子啊，不忍心让他就这样去世了，所以总是希望对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寄托，希望他们能够成神，能够登仙班。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成仙，它和我们说的这个神用笔，这两者之间它没有必然的联系，是讲的书法的。我们回到正题上面来看，叫褚遂良和神用笔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而且我讲的是褚遂良的神用笔，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主要记载在颜真卿有一篇文章，就是我们说的他的上课的笔记《述张张史笔法十二义》，
在这篇文章里边，原话是这样讲的：敢问长史神用笔之理，可得闻乎？敢问长史是谁问的呢？是颜真卿问张长史，说有没有神用笔这个说法？因为在这一天，张旭给颜真卿教授了笔法的十二艺，又教授了如何起于古人的五个秘诀。讲完过以后，正准备走呢，颜真卿冷不丁问了一下神用笔。张旭并没给他讲什么神用笔不神用笔的，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子的，他说：“我张旭啊，你老师我啊，这个笔法 是哪来的呢？是得自于我的老舅。张旭是南方人啊，就是苏州那一带的吴人啊，那名叫老舅，得自于我的老舅叫陆彦远。我这里稍稍交代一下，陆彦远是谁呢？一方面是张旭的舅舅，一方面他是陆建之的儿子。你看啊，张旭的舅舅陆彦远，陆彦远的父亲陆建之，陆建之的老师或者陆建之的舅舅就是虞世南，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我再交代一下什么呢？跟褚遂良有什么关系呢？褚遂良是虞世南的学生，也就是说褚遂良和陆建之他们两个是师兄弟。换句话说，褚遂良是陆彦远的师叔，因为褚遂良啊比陆建之小了那么几岁，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张旭给他的学生颜真卿说：“我的笔法那是从我舅舅那边得来的啊，我舅舅原来跟我讲啊，哎，又讲了个故事，说我舅舅给我讲的，我舅舅跟了他父亲啊练字，练了很多年，花了很大的功夫，笔法也得到了，但是发现一个问题，说自己写的字不够疏妙。你看他用的是一个词叫疏妙，疏是特殊超出一般，妙呢是什么呢？妙不可言，始终没有搭到那种意外的味道，不是看字就论字，而是在这个字外有一种味道笼罩在那里，这叫疏妙。说一直没有得到这一点，仅仅是把字写得好而已，或者说写得好看而已。讲到这么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结果有一天正在沉思的陆彦远正想着呢，这个我的字为什么不能机智疏妙呢？啊，抬头一看，哟，啊，褚遂良在前面站着呢。师叔逮到机会了，因为褚遂良的字是有疏妙的效果的。然后就说：“师叔，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哎呀，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了。”啊，褚遂良说：“那，你说吧，是个什么问题？”说：“你看我练字练了多年，为什么我就不能够，像你们这样，能够近于疏妙之境呢？”你猜这褚遂良怎么着？背着个手，长吟了一声，就说了一句话：“用笔当如印一泥。”说用笔啊，当如印一泥，就这么一句话，用笔当如印一泥。手一背 ，OK， 走了，好嘛？陆彦远想呢，我本来是我一问你，我不就明白了吗？啊，这一问更糊涂了。印一泥是个什么东西啊？其实从唐朝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在争论印一泥，它是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术语，但是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现在没有一个定案，没有定论的。因为印泥是个什么东西，到现在啊，这种生活经验已经没有了，我也搞不清楚印泥是什么。当时的陆彦远也是一头雾水，有师叔说用笔当如印一泥，到底怎么回事呢？陆彦远这一天和几个朋友啊哥们儿啊去游玩，就来到江心的一个岛上。所以这个喜欢书法的人很有意思，他到了岛上过去以后啊，别人呢都去啊爬爬小山啊，细细游这个什么流水，
逮点蝴蝶什么，在那边去玩去了。他在那边一直脑子里面老有个事儿，有个事儿是印尼是什么呢？结果溜溜达达来到这个江心靠近水的地方，就蹲下来在那边蹲着。结果这个时候突然间顿悟了，看原话怎么说的：遇见沙平地静，令人意悦欲舒。看到了那个沙平地静，意悦欲舒，意悦一种喜悦的心情，就是由内而外发出来的。欲舒想在上面书写，有一种强烈的写字的欲望，于是用利锋划而书之，拿到一只很锋利的东西，类似于锥子一样的，也可能是一个刀片，在上面就划了一下，就这么一划，就把中国书法的大门给它划拉开了。请看下边这句话，他说：“其尽显之状，名利媚好。尽显之状，干净利落，线条写出来，非常的明媚、干净、爽朗、清新。”于是，突然间就悟到了一句话：“用笔当如锥画沙。”所以他把这个故事给张旭讲了。然后呢，张旭呢就把这个话呢转给了颜真卿，说这个就是神用笔。如果你能够掌握住锥画沙的话，自然能够奇于古人。好，这个故事讲完了，褚遂良讲的印印泥，结果到这边变成了锥画沙，里面什么效果我们不管。那么就是锥画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哦，弄了一片什么沙平地静，拿了这个锥子唰一划，名利媚好 OK 了。但是他和我拿了毛笔在纸面上写字有关系吗？但偏偏这个一千多年来大家都说用笔当如锥画沙，都是这么个意思，都是这么个说法，怎么办呢？而且都知道唐代书法是中国书法的高峰啊，就是这么一个锥画沙的笔法困扰了上千年的中国书法的发展。如印印泥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公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后代的人试图破解它，那么如何破解呢？百家讲坛正在播出《书法档案之褚遂良的神用笔》，文学、艺术、科技、历史、亲情、友情、爱情、家国情，一年百种最新最热图书，读书，电视上的读书会。用笔当如印印泥，这句话出自颜真卿的课堂笔记，属张长史笔法十二艺。文中记载，陆彦远请教他的师叔褚遂良怎样才能把字写好。褚遂良回答说：“用笔当如印印泥。”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由于年代的久远，生活场景的变迁，人们对他的解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陆彦远后来的体会是用笔当如锥画沙，于是后来印印泥就变成了锥画沙。这个笔法被张旭认为是神用笔，而传给了颜真卿。那么印印泥或者是锥画沙到底是一种什么笔法？这已经成为了书法史上的公案，后世的人们一直在研究这种笔法。那么研究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上个世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书法家，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叫做沈寅墨。沈寅墨先生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之一，他也是花了毕生的精力在研究王羲之、王献之，也就是二王书法。
所以他有专著叫《二王书法馆绘》这本书，其中他也专门研究锥画沙这种笔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神用笔啊，只要是研究书法的你是避不开的。结果他怎么研究的呢？非常科学啊，他的办法就是现在自然科学做实验的办法，弄了一个盘子，里边放了很多的干的沙子，厚厚的沙子在盘子里边堆着，拿了一个锥子在上面就一划，划过以后回头一看，上面连一根线也没有。咦，怎么回事？哎，我刚才明明我看着划的呀，然后再划一遍，再一划一看，哦，一边划一边看，仔细的一看，问题来了，原来是那个干沙呀，它是一个个颗粒滚动的，这个你刚刚划出来一个槽，这个沙子呢它又滚到那个槽里面去了，于是就把这个槽给它哎淹没掉了，迷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沈墨先生就给锥画沙下了一个判断，他说所谓的锥画沙我总算搞清楚了，研究出来了，窍门在哪里呢？由于你这样轻轻的一划，这个沙子要滚回去就没有这个线了，你要想留下来这个线，你在划的过程之中，第一这个锥子要锥的深一点，请大家记住这两点，有两点啊，第一点锥子要锥的深一点，第二个呢，在划向前面的时候，这个锥子啊一边划一边要轻微的震荡，慢慢的晃一晃那个锥子，这样的话这个槽是不是就宽一点深一点，于是那个沙子呢再滚回去一点，但是这根线还是在的，而且这根线非常的自然。你看他得出来呢是这么一个结论，有没有道理呢？哎，我听起来我觉得还很有道理。沈一墨先生这一生写字就是因为做了这个实验过以后，他写字都是笔运行的过程中微微的有点震荡，往两边有一点晃动写出来的，所以他那个线条出来的话呢，哎，你会发现两边有一点点微微的曲折，有一点小波动，形成了他的特色。但是锥画沙是不是沈一墨先生所做的这样的线条呢？是不是这样的笔法呢？我表示怀疑。这里边呢存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锥画沙的这个沙啊，这个沈墨先生你做的这个实验，你用的这个沙是干沙，就我想知道的是人家陆彦远用的看到那个沙它是不是沙子，是不是干沙，这个要搞清楚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要给他开始要还原，还原到哪里？还原到原文里面去，那个文章啊我得看一看，一看文章，大家想想刚才我讲过的叫沙品递进意悦欲书啊，可能人家讲的是沙品递进，后面还有个递呢，压根就不是干沙子。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沈先生你做实验咱们不管你，但是你做的这个实验并没有还原陆彦远人家的那个场所，这是第一，情境不对，所用的物体不对。第二一个是沈一墨先生划出来的线是什么样子呢？他说这样的线条两边是有进出的，不平均的啊，所以包世臣说书家名迹点画王广不光而毛，说白了就他老人家写出来的这根线条两边是有点毛的，不光的，是这样的一根线条。但是我们再回头看，你看看人家褚遂良也好，陆彦远讲的那个高级的线条是什么样子的呢？他说陆彦远说的是其尽显之状，明丽媚好，它是一个干净的爽利的线。想一想干净爽利的线
啊，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豆腐一样的，拿那个锋利的刀啪一刀切下去，你看那个壁上面，哎呦，干净，很爽气，非常的明净。他要的是这样的线，可不是说啊那个两边什么不光而毛的线。所以从执行的啊，就是你那个实验所做的器材物体有问题，从你得出来的这个结论线条上面看，它也和陆院员所出来的线不吻合，对不上号。王羲之，中国书法史上伟大的书法家，但是谁能知道王羲之伟大在哪里？他对书法的贡献体现在什么地方？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书法档案之王羲之的伟大》。Belle Eden, des saveurs de France, introduite au monde entier. 法国百特，百味法国。酱。我爸呀，没别的爱好，从小就叫我下棋。现在他老了，我陪他下，挺好。余中华老师认为，沈尹默先生所画出来的线和陆彦元所画出来的线是不一样的。陆彦元所说的线是一条干净清爽的线，而沈先生所画的线有点毛糙，可以想见这个并不是褚遂良所讲的神用笔。那么如果不是这样，问题出在哪里呢？神用笔到底是一种什么笔法呢？哎呀，当时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就在想，沈先生的问题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其实就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啊，你如果说只是平时了解书法，啊，你可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就是书法它和自然科技啊，它是两个概念。自然科技要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用实验的方法。但是书法呢是什么呢？它属于叫人文科学，属于精神科学。那么你就要用和它相匹配的研究方法，就是他所独到的研究方法来去研究它，这才行。不同的对象应当有不同的研究方法。那么研究人文科学怎么样呢？大家看，研究自然科学基本上实验室里面避免外在的干扰，人文科学恰恰是要还原到那个具体的原生态的那个情境里面去。沈先生在这方面恰恰忽略了。所以我们按照这种方式呢来去看一看，比如说遇见沙坪地静，令人愉悦愉舒，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我来讲一讲你就知道了。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我小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地啊还都是一般的土地呢，有一点点沙质的，就是相当于沙地一样的。尤其是夏天突然间很晴朗的结果啊，晴朗着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下来过以后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20分钟下完了，房间里面很闷，于是大家都出来跑到外边去啊，到马路上面在那蹲那边干嘛呢？你会发现原来感觉的很干燥的这个路被雨水冲刷过以后，尤其是那个沙地非常的干净，那个干净看着就让你真有写字的欲望。所以我们那个一条街道上面一般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在那边蹲着，有的是下五子棋，有的就是在上面教写字。我那个时候就是拿着一个那个锥子，有时候呢是衣袋里面带了一个小刀，就是削铅笔的那个小刀片，在上面哎在写字。啊，这个写字很有意思。你看，如果你和陆彦远在江岛里边，沙坪地静，郁郁书，给他一吻合，你就会看出来有一个小窍门。想一想啊，把这个给它等同起来，就是你蹲到这样的地上去写字，尤其是拿锋利的锥子或者刀片的时候，大家想一想，这个时候唤醒你的记忆，可能现在这种生活经验很少了，唤起来你的记忆是什么样子呢？第一个啊，那个窍门在于
你的这个锥子是不能锥得太深，如果你锥得很深的话很麻烦，就是这个东西行进的时候啊，行进不了。哎，这是第一个小窍门，不是往下面深的走，像沈一墨先生说要锥得很深，在这种鞋下恰恰不是锥得深的问题，而是要把锥子提起来在上面运行，只要锥得深一下子就陷进去了，就没办法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就是在写的过程之中，在上面滑的过程之中，你的这个手一定要给它稳定在一个平面上，这个很有意思。你就是你不能一会儿深一会儿浅的，深一脚浅一脚的，你去动根本不行啊。有时候呢写的时候一不留神陷进去了，有那个不行的，所以手要在稳定在一个平面上，这样才能够活干的非常的爽快，非常的干净利索，尽显之状，名利媚好，就是这个劲儿。所以那个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先生，他对锥画沙他有一个解释，他说如锥划沙言其平也。当年还真不理解，讲它是平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才知道其实就是平动，就是要在一个平面上面稳定，在一个平面上运动，不好忽上忽下忽高忽低的，那是没办法写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两个窍门，第一笔是提起来的，第二呢是要稳定在一个平面上进行平动。这两个窍门，其实如果把这两个窍门给它合起来，大家想一想，咱们手中那个柔软的毛笔怎么样能够和在沙地上运行的这个锥子能够打通呢？你看锥子是不是有个尖儿啊？锥画沙之所以要提起来，就是因为你不提起来的话，那个锥子太尖，很容易扎得太深，以至于往前面运行被那个泥土挡住，行不动，所以它要提起来。那反过来讲，咱们的毛笔也有一个尖儿，但是毛笔的尖儿大家有没有印象？肯定是用毛笔的尖儿来写字嘛，用笔锋写字嘛。这个手啊，拿着毛笔，只要轻轻的往下面一压，看到的结果是毛笔的笔尖儿没了，这个尖儿一压，这个尖儿是不是就要么就散开了，要么就翘起来了？所以这样来写呢，肯定是不行的。就像那个宋代的一个词人叫姜夔，姜白石啊，他写了一本书叫《续书谱》，就是续唐代的孙郭婷的那个书谱的。他里面说，用笔如锥划沙，锥划沙者，欲其云耳藏风，笔正则风藏，笔焉则风出，藏于笔锋在画中，则左右皆无病也。就是你那个毛笔啊，如果说能够锋正，就是笔锋能够提起来的话，这个毛笔的笔尖它能够出来。如果说笔尖，就是毛笔突然间压下去了，压得趴在地上了，趴在纸上了，那这个时候的你的毛笔的笔锋就会翘起来了，就会偏离的那个笔画本身。就是这么个意思啊。你看，要把笔提起来，而且能够稳定在一个平面上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为了能够讲得很形象，就给它取名像武功里面的叫轻功笔法，像轻功一样的。褚遂良就是用这样的一种锥画沙的方式，或者它叫印印泥的方式，像轻功一样的能够拎在纸上，这个毛笔啊在纸面上它没有陷进去。所以他写出来的作品是什么样子呢？清朝有一个叫王素的，擅长写篆书他是这样评价褚遂良，他说褚公书看似疏瘦，实则雨润，看似古淡，实则风华，盘玉顿挫。请注意下面那句，运笔都在空中，不是在纸里边的。我们现在写字喜欢把毛笔倒到这个纸里边去，所谓的入木三分，不是这样子的，是毛笔是拎起来的，是轻功，不是下到水里面去游泳了，而是在水面上飘着呢。所以他说他运笔都在空中，你看下面句讲得很形象，突然一落，偶然即止，偶尔一次碰到了纸面
而自外之力，比肩之意，不可穷其端倪，变化莫测。这样的一种用笔方式，啊，当然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值得讲一讲。他说：“空明非动。”褚遂良那个字啊，写得很透亮一样的，“空明非动”，像那个春天刚刚发出来的小嫩叶一样的，非常干净明快，像水洗过的，刚刚洗过的感觉。扎之尽，一点灰尘都没有，而清虚来，想其格韵超绝，只与离纸一寸，如晴云挂空，仙人笑树，故自飘然不可攀仰。什么意思啊？说褚遂良的字就像那个仙人一样的在空中飞来飞去。哎呀，大概他登仙的时候可能就这种感觉，至少也会像段誉的那个绫罗微步一样的，肯定会是这种感觉。所以这样的一种美，其实就是陆彦远所讲的叫做静内二字，就是一种很清新的啊，非常富有生命力，但这个生命力呢，它又是突然间内敛在、内涵在里边的。我有水平，但是不显山、不露水，不是动不动去展示秀肌肉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中国式的独特的审美方式。在余中华老师看来，褚遂良所讲的艳艳女和陆彦远的追画纱其实是一个意思。书写者在书写过程中，毛笔不可入纸太深，而是要稍微提起笔来，在一个平面上书写，也就是说减少提案的动作，这样写出来的字才爽爽有一种神气，如凌波微步一般，是一种功力深的体现。那么既然是这样一种书写方式，为什么要冠以它神用笔的名称呢？这个神又是什么意思呢？讲到这里啊，我估计大概可能会有点感觉的，就是神用笔到底怎么回事。其实我们总结一下，为什么这种用笔，就是追画纱的用笔，叫做神用笔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于，就是这样的，你把那个用笔的方式和得出来的审美，就那个线条的美啊，或者褚遂良的书法的美，给它合起来看，你就明白了。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用笔的方式，使得出来的书法作品富有了神采，富有了神韵，富有了神趣，甚至有一股神秘的气息，像仙人挂空一样的在空中飞来飞去。你想想，还没有神吗？都仙人了啊！所以神气活现的作品，它才是好作品啊。所以这样的一种用笔，能够得神的用笔，所以叫做神用笔。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原因呢在于叫书法本身的要求，也就是这种用笔它是通神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东汉许慎啊那个说文解字里面，曾经对书法有一个顶层设计，说什么是书法呢？书法就是书者如也。如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如啊，就是如什么，像什么什么东西，或者到哪里哪里去，不简单的是现在讲的这个比喻啊，如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到哪里哪里去。所以呢，我们才会看到晋唐时期的书论基本上都是如追华沙，如意翼泥，如飞鸟出林，如惊蛇入草。甚至有人说王羲之的字是什么样子的呢？说是他的字如啊，谢家子弟啊，重负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神，都是如字。什么意思呢？就是书法要和世间万物和咱们的生活世界能够相互打通。所以这个书法可不简单的我只是把这个字给你写好的事儿，把这个字写得漂亮，不是的，它和写字啊两码事儿。你看那个写字啊，写的是字，你的目标就在字上面。这样的人在东汉的时候，赵一《飞草书》里面说：“闷诗之徒不暇见天”，每天对着那个字琢磨来琢磨去，这样的人都没有时间去看看天空啊，视野太狭窄，他成不了人物。那个书法是什么呢？书法要和世间万物
天地之间的所有的东西，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的情感，我们看山看水看一切所得到的东西，要能够通过书法。请大家看书法这个字，有人解释书者书也，就是抒发情感的意思，都能够通过笔墨抒发出来，所以他才叫书法家。就像那个歌唱跟唱歌一样的，你唱歌唱得再好，那叫歌手。歌唱呢一出来不一样了，歌唱祖国，歌唱爱情，歌唱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的孝道啊，歌唱我们中国共产党等等等等，歌唱的这样的人叫歌唱家，就是这个区别。所以书法可不是一个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这个时候的书法，所谓的锥画沙，就是书法的毛笔和锥画沙这种生活经验能够给它打通啊，它就是神用笔了。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神就是通的意思嘛。哎呦，说这个人太厉害了，就有神通了。像前面讲的那个带领褚遂良登仙的那个狐仙一样，他是有神通的，这个叫神。如果你手里边这支毛笔能够和自然界的一切的东西相通的时候，你得到的这个笔法它也是神用笔。当然你要吻合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你写出来乱七八糟它都不美了，那也不行，它要和天地间的这个美大美相吻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白了什么呢？书法是要表现真实的生活经验，要和你的生活经验呢彻底的打通，这样你就会理解了真正的神用笔其真谛之所在。一旦你掌握了神用笔，你就可以神乎其技的进行书写了。请看下集，谢谢大家。